基于一个普世人权价值的立场的话，其实在这个地球上所有的这个不同的民主的社群都应该要一起来关注这样子一个严重的人权议题。在国际上有非常多研究都已经出来，就是在中国强迫摘取良心犯的器官的这样的行为，这样的状况是非常严重的。这并不只是局限于台湾跟中国之间的问题，而是世界上非常多国家都已经共同关心的人权的问题。包括在这个美国或是很多其他的国家的国会也都曾经举行过听证，探讨像这样子的一个大规模人权迫害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基于一个普世人权价值的立场的话，其实在这个地球上所有的这个不同的民主的社群都应该要一起来关注这样子一个严重的人权议题。我举个例子，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时候呢，这个纳粹迫害了犹太人，迫害了很多弱势的族群，那把他们关进集中营，那无理的剥夺他们的生命。像这样的作为，其实在世界上其他对于自由民主人权有信仰的国家都应该要站起来共同的反对这件事情嘛。那同样的，对于中国大规模的摘取良心犯的器官这件事，至少就我的观点而言，不管在国内我们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实际上我们都应该要积极的去指正中共集权政权的这个错误，那能够让世界上其他的人一起注意到，哇，我们旁边的这个国家正在发生非常不公义的事情。那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社群，我们应该一起出声来制止这样的行为。所以在这边也感谢所有的参赛者，那也希望大家在参赛之余呢，也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多多的让自己身边的人更知道我们关注的人权议题是什么，还有我们如何促进这个世界往更公平正义的方向改变。